这他妈斯托尼，这不他妈吊打兄弟。就开局一把连环计，你又该如何应对？兄弟，斯陀打斯陀，拿到速度天下无敌，懂了吗？驼子打打驼子，拿到速度就是天下无敌，输不了，懂了吧？家里羽绒服很多啊，但是穿别的颜色的羽绒服输啊，那你直播只能穿红色啊，兄弟。你看这怎么说啊，开刀过去对面就人没了，就人没了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直接200163300163人没了，一回合搞定，对面直接点了。你就说炮哥猛不猛，你就说我猛不猛吧，别的什么都别说了，你就说炮哥猛不猛吧，兄弟们啊，猛不猛，猛不猛，兄弟们，163你都不出啊，别动，可以拉起来，哎，还行，舒服，163可以舒服，我操，300163，这他妈这把163非常的到位，兄弟，我只能说你这一把163出的非常的到位。别急，兄弟们，还有局，就这一把大难不死就必有后福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大难不死的话就必有后福了，对面就没什么东西了，你懂吧？就一把现行，一现个拉丝保留变身，没保留变身，我操，没关系，兄弟们，稳得住，咱们有医术啊，好吧，不急啊，兄弟们，不急，好吧，咱们有医术，医术在手，心不抖，好吧，对面也没变身了，咱们出小孩，不急啊，兄弟们，不急，好吧，稳得住，就是一把暴力对冲，他怕我换顺法，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换顺法啊？你开玩笑呢？对面也没变身，对面变身还有四回了，对面没有鬼眼。稳得住，就这，现在一把变身，一把飞机，对面没了呀，兄弟们，别急，就暴力对冲的话，初中有戏，人物倒地很正常，你懂不懂？你不要觉得人物倒地的话，炮哥就输了，人物倒地的话非常的正常，好吧，咱们打的就是一个初中有戏，你看这宝宝一神你不就没了吗，兄弟，啊？还好他妈舔无魂了，我日，别急，龟速在手，心不倒，好吧，龟速在手，心不倒，兄弟们，稳得住，这个时候我教兄弟们怎么操作，好吧，这个时候一定要飞机了，好吧，什么都别想，对面要出小孩，咱们要飞机，对面拉起来咱们锁脖，懂不懂？对面这一把是拉不起来的，懂吗？对面慢宝宝一把飞机直接两个全部死，对吧？快宝宝拉起来要被咱们飞机锁脖，稳得住，两边龟速拉起来还是咱们先出手，反正得锁脖，懂吧？对吧？咱们就是一把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，没有别的，
操，是现原地飞升起飞了，我操，这他妈什么鬼，这还能升，妈的原地飞升，我操，原地飞升，我让你原地飞升，怎么又掉变身了呀兄弟，一把剑心就得掉变身啊，先把须弥砍掉，还有一个九转，不急啊兄弟们，稳得住，好吧，有九转就有希望，还稳得住，先把后边清掉，先把后排清掉，赢了，清掉后排赢了，对面宝宝也可以啊，来，这个时候直接拉出咱们的地厅，好吧，什么都别想了，最后一个九转拉起来，地厅加一把战敌，比赛结束。